2023年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，最火爆的莫过于各地频繁出圈的龙舟赛，其中要数广东各种狂飙式爬龙舟最为火爆。划龙舟成为端午节期间各地最火的旅游爆点，带动2023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强劲复苏。为何龙舟赛能成为端午假期中最具魅力的民俗活动？传统文化的活化如何助力旅游的发展？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孙九霞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专访，为我们做出解答。今年真正出圈的应该是我们广东的龙舟赛。广东龙舟赛中，甚至在以广州的这个龙舟赛，我觉得是龙头。很少的一线城市能有这样的文化活动，所以呢，率先出圈的应该我觉得是这种大湾区的龙舟文化。大湾区的龙舟文化，它最重要的，或者是说，如果说最有旅游发展潜力的，就是它的生活基础。就是你媒体宣不宣传，你政府组不组织，他们都要过端午节，都要赛龙舟，都要吃龙舟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魅力的地方啊，导致他在出圈的时候呢就非常轻松，非常自然。看龙舟的好像是那个租客，然后在划的应该是房东，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戏称。那这就说明了，这也是广东的一种文化啊。以往我们在旅游中凝视与被凝视的时候，往往会说游客有凝视的权利，游客去看，那而参加表演的是当地的普通的老百姓，只是一个展演者。而这里呢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也就是说明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，在中国式的现代化中依然可以大放异彩。最高的规划应该是从生活中自然流淌出来的，不用规划，那才是最高等级的规划，而不是刻意的规划、刻意的表演。什么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会做这样的东西，即使城市化，他们化了之后呢，没有被化掉。原来比如说在小河冲里爬龙舟，我现在就在珠江里爬龙舟。我原先是住这个小的握手楼，我现在住猎德村，那我也要爬龙舟，我必须要爬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爬完之后呢，我可能也要经过那种传统的爬之前，比如说我也要传统的仪式，我也要把那个什么龙舟请出来啊。我之后呢，我也要相聚，也要一起吃龙舟饭，也就是它这是一种仪式啊。仪式化的话，是对抗现代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说是手段呢，我觉得是弱了，是一个根本。不仅仅是龙舟，龙舟只是它的一个面，揭示了一个面。我们想想广州人的花式，煲汤呀，喝凉茶呀。这两年传统文化为什么屡屡出圈呢？就是因为你活的东西，活着的东西就不仅仅是说属于老年人的，还是属于年轻人的，它属于所有人的。你比如说，潮汕那个莺歌舞，也是出圈了，在春节期间，它也是活着的。不论你上不上央视，上不上那个什么抖音，上不上哪里，它都要过的。你看不看得见，它都要过的。文化的力量，它像一个深流和潜流一样，从来都是源源不断、生生不息的。它不会说你游客，因为你游客来看我就演，你不看我就不演了。那叫演出啊，那不是文化。所以从这样的生活土壤中挖掘出来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。广东的文化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不排外，广东人不排外。
可以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使劲的跟你讲普通话啊，你都听不太懂的普通话。这样的地方文化能不能让游客能够沉浸其中，能够在这里生活得非常放松啊，那这也是你这个地方的一个调性很重要的。这个应该也是大湾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。为什么这个龙舟赛能够可以在大湾区热得一塌糊涂，也就是说我拥抱现代，我又不放手传统，我觉得这其实是湾区的核心竞争力。